起吧。啊，剩我好多都没吃完。要求还有点高哈。应该有宝贝们说的早，于是对皮蛋衣服好。嗯，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关系哈。他不是大熊男哈。哎，我冰冰，我以为你说的，我以为你说的是爱姐好车呀。这么脸圆哈。他可能刚进来吧，我们刚刚怼着脸看的时候，他可能没看见啊。又白了，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，他，哎，这会儿脑袋白了。下午好，零三。对，我也想看他手撑着。对，可可刚醒哈，可可是刚醒刚出来啊，可爱多们啊，咱们可可是刚醒刚出来，谢谢零三的点亮。哎，零三上午没来吗？对，上午是小黑脸，上午整个脸都黑了。我们都会看的哦，我就是说啊，哎呀，好乖呀、啊，可可是要大一点点。对他脸上有泥的时候，真的老乖了。等玩一会儿再扒拉扒拉，看一下有没有剩的。真好看这两个。好嘞，五月的雨，去忙吧。下雨了。啊，又下雨了。再把这个给它套起来。下午好，的宋喵，好久没来了吧？灯牌都掉了，是不是？等会儿给相机穿个外套，要不然的话要把它淋湿。又下雨了，朋友们，可不要下太大了。啊？今天赶快两台相机。哦，今天在他们院子里面已经被干坏了两台相机了。其实上午那雨真的太大了。领了水井钱吗？领了水，他都坏了，开不起了。啊，我有啥子事？你要咋穿你？谢谢六儿姐，大猩猩。少一次啊！还要转吗？玫瑰之恋，我们还是没有哈。哦，晚上才10点，白天要上班，好嘞。那就给我转呗。我就看到一个爱意 UFO。看妹妹的小背影。回忆到上海去。可我睡觉是不是也在地上打滚儿，满床跑？我在做的呀。啊，我给他点背影上。谢谢，感谢妞妞姐的520，谢谢妞妞姐。感谢妞妞姐520计划助力哈，大家可以帮忙注意一下呀。谢谢远方画个桃心。是吧？还是没有哈？我也很奇怪呀，看520那天有没有。今天5月18号了。谢谢燕儿，感谢助力的朋友们。朋友们，咱们今天下午的首张人气票，每人可以帮忙助力一张哈。可以邀请更多。